身后的小天肯定也听到了枪声啊，嗯，他也会掠过这一片，直接往里面。但这个位置要小心一点啊，被打到枪头。如果说被打到枪头，队友可能要过来冲了。对 NBA 来讲，要不撤一手，这里撤也来不及了。巨兵的梦男强来配合上 Order 的喷子，这里接了两个分数，直接拿下。难道说有一穿四吗？小天一丝血。舒涵也来了，但是 TC 也在侧面。这里 Power Boy 集结过来之后呢，是要捍卫住悲伤炮楼的点位，居民已经被补了，没有办法呀。不过好在是付出一人的代价守住了炮楼，但是这个点位啊，说实话，不及南方的防区要好一些啊。嗯，那悲伤炮楼之所以称之为悲伤炮楼，就是。看一看前面的这是传线，对，这应该是居民配合上令的高点的喷子，是的，令是打了三个，三个但是居民被补掉了，好，三个，最后一个把破下打了。这个位置 VS 其实想掉头，有点来不及了，至少会被留一个，所以也选择 all in 了。是的，当然我们也要恭喜令联赛的淘汰数。